本地这大鸡讲到剩一块啊！你足惨嘞！啊，你足惨嘞！安怎讲？惨到安尼吼，我多只只，你啊大鸡讲讲讲讲到剩恁一块块呀！啊，无换人讲啦，来，迄个换人讲。好啦好啦，你莫讲啦。好啦好啦，真正有影是，迄大家拢在遐排队呢。好啦好啦，我讲的这是你的福气，你个真正有影。敢无一堆人要？真正呀，你讲的时阵呢？你讲要讲的时阵安怎？啊！你要讲的时阵，爱去讲话啊！好啦好啦，快乐的星期天。哟，这边你的气功看嘛一点吧。哎，真正袂听呢，袂听。天哪，安尼是袂听，安尼袂听。有一个方法会听。我无想要知影。好啦好啦，安那啦，礼拜四啊，星期天，美丽的星期天。对啊，迄个爱甲咱的老婆婿，安那，迄个报告一个好康啊。什么好康的消息嘞？唔是唔是，因为天气寒嘛，哦，啊，这冬天人哦，大家有个人个皮肤拢真够痒啊。对。啊，佮有个人有一挂个。过敏的皮肤病无吼，啊！你啊医生咧看药啊，食食就好去。啊，即马药啊食过就过来。啊啊，有诶是安尼，哦，迄皮肤病安尼
生性生啊，一寡有诶无湿疹哦，安尼等未好无？要讲老岁老年，咱诶老婆婿去讲课，伊拢用眼泪啊湿，你敢知影？笑诶，因为会痒啊。哦，遐毋是办法啦。啊，佮无个毛凉凉啊，安尼啊。人最近即正礼拜来，你有看介只老婆婿用咱诶观念教方法，人即马拢未痒。哦，伊本地是讲皮咧痒。嘿啦，伊本地是讲啊，都身体都。算无理想吼，那要顾身体啊！伊就有诶，电疗、化疗拢做了啊，啊，就伫厝内面咧静养，啊，咧用咱诶观念教方法是讲，卖去互遐诶癌细胞去互团，没有较健康诶，啊，互伊赶紧恢复转来。啊，结果吼，啊未伊要讲开，啊未恢复诶，迄干那迄个皮肤病讲就先好去啊。先讲伊后背无病好啊。诶、欸，讲奇怪，讲诶、欸，啊家己拢答伊啦。好好迄街边四月七日那讲，哎、欸，阿全答伊啦。哎呦，慢慢咧自我修复呢。嘿啦，啊，本地足球的即摆变袂上。哎呦，恭喜真正。甲你恭喜啦。安尼个对啊。哎啦。所以哦，有当时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啊，这毋是讲一减二个尔呢，几啦个咧？哦，迄工作侪哩喏。当然，咱是拢重点甲咱报告啦吼，因为咱就真侪真现代人。生生一挂遐有诶无诶一大堆啦，环境太歹诶，太毒诶呀！啊，这即摆是全民，大家拢爱，这全民运动啊，大家拢爱注意啊呢。哦，恁现代人诶强调，因为恁早前制造出来诶，即摆伫遐咧成熟啊。对啊，对啊，诶，有精英效果诶啦。精英就是恁制造出来诶嘛，人类制造出来。对啊，效果就是咱即摆咧打这个业嘛。啊，恁诶后一代要安怎？对啊，所以咱即大家拢爱顾好，忙好过迄个无好诶物件，踮恁身躯顶咧作怪。一寡即歹物啊，伫遮咧。对啊，对啊。我袂来。伊就是安尼啦。安那。那进行主持吼，有生歹物诶人，啊未做治疗化疗诶，吼。啊是阳性。啊是进已经咧做电疗化疗啊。好。迄就是你管诶治疗化疗，即个了后进离厝咧静养诶。反正意思就是讲，你检查起来，不管是良性的、恶性的，反正你是个有肿瘤的人。不管嘿，不管你有处理无处理。嗯。咱讲熟悉的啦吼，曾经有那有一个老菩萨，伊的观念介好。安那讲？迄里前几天敲互我，伊现搞讲的哦，医生讲我剩三月零啦。哈？讲已经拢断呀。断开去呀。断后断对腰子，后断对肝去。剩三个月，伊讲医生讲我上久剩三个月，啊，结果咧？啊，你看我爱安怎做？啊，我甲人问一句个尔，讲、啊，医生敢有办法？医生是讲无办法，讲我剩三个月尔。讲啊，你敢够有办法？伊讲我就是无办法，唔带卡电话互你。讲医生啊，甲你讲你剩三个月，你就表示真严重啊，真严重啊。但是这个时阵吼，无一个人有迄个把握讲。啊！你免烦恼，安怎都安怎，茫听遐啦，茫听遐吼。但是你无去甲处理，你就是三个月后就伫遐等你面对后壁的效果。要一步一步提升咱的健康。啊，如果那是你有听咱的建议，我甲讲我甲建议，我唔敢讲你会万年永久啦，但是当两年敢无吗？好、哦，对不对？打天有掉嘛。欸、我讲啊，无咱结。伊真阿妈讲，我希望结冻两年也就好啊。好伊，好我台电视机处理你，我来处理你。两年的时间伊就满足啊。伊蛮甲我讲啊，我讲较早医生嘛甲我讲，我存三个月啦。啊，人阮都十外年，阮真毋是用轻轻。啊，愈来愈用咧。啊靠，安尼你也知。愈来愈少咧。哎呦，你个准。哈哈哈！哈哈！安尼你也知。哎呀！哈哈！我也得跳起来呀。嘿，奇怪呢。啊那老师，嘿搞的不会都生你后边。啊！现在我还不会生你头钱，我拢看不到。你头钱他不会的，对。来了，机车舞了。来，老婆仔站起来。预备。机车舞时间到了哦。嘿。来背。四，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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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大手一二三四双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加手一二三四大手一二三四加手一二三四大手一二三四双手一二三四呀！咻！啊，真好！几超？安尼练练的吼，规身躯的筋骨拢胶软开，胃头够卡，胃来够我。介只老婆仔讲张辉，你的骨头是安怎卡？那能跳掉安尼啦？安尼安尼吼。我无骗你呢，我这个骨头，嗯，这吼，你六十二岁啊呢，你六十三岁，看嘛，嗯，哈哈哈哈哈，跟他斗迄个弹簧哎，啊，奇怪卡呢，你也知，丢，好啦，安娜，哎，罗阿伯，咱那个爱家，家咱的老婆婿讲吼，老婆婿，咱哦，迄个，那是有囡仔离中国大陆吼。啊，是咱有去中国大陆佚佗，咱唔好去炸物件转来啦，尤其是肉类啦。肉类的烟尘啦，什么火腿啦，迄种你袂使炸去吧。肉类的迄个物件，绝对唔茫炸去吧。好，迄即摆咧钓 DJ， 你知无？啊，咧钓 DJ 吼，哎，迄物件炸转来哦，哦，迄哎，有当时阵作哎作肥料，对你对大家拢无好啦。迄传染互人咧，人畜共通的咧。所以咱而且借由着咱的这个节目，甲咱的电。全国的乡亲朋友、老婆婿，大家报告，咱呐如果有去中国大陆佚佗，绝对唔通炸肉类的物件。哦，肉做的，像讲肉干啦、烟肠啦、火腿啦，有诶无法。腊肉啦，啊，肉酥啦，迄种唔通。拢未使啊。只要是肉的物件，咱尽量来卖啦。无你连讲，若是讲真正迄边哦，若突然染过来，你后吼，咱还要食一个卤肉饭，佫无当食。真正。全部拢死了了的猪啊！真，咱台湾的猪啊，哪拢起码叫喂着，啊，咱连讲大家拢无当食。铺沙，迄猪啊，娃娃底下个也铺沙了。作业该当呢。好。好啦，安尼敢有敢报告啊？有啊，有啊。真正我无讲，因翁袂记讲。啊，咱讲真正吼，不管是精神也好，人也好啦，人嘛是有哪爱注意，即摆拢注意迄个流感爱注疫苗嘛吼。预防针。哎呀，哎，拢爱注啊。年纪有够该爱注啊。他早晚做几多毛注呢？哎呦，现在有无这块烟啦？是讲老师你个能力个当做免费个呀？喂，卖定敢讲我年岁啦？人大家哦，拄我出门，大家讲我四十外，还袂五十的。啊，真诶呀！对无？我不要再跳起来呀！啊，做鞋较早，我拢做咧种牛多，你知无？我知呀，我遮嘛爱做诶。哎呀，啊种咧吼，啊遮着一个起无？对。啊，有诶，囡仔种大腿。太有。有啦，人伊都，人伊讲种遮下摆摆，伊就种大腿。我都种到大腿呀！哎，爱滚力起来呢，种大腿呀！啊，我拢较早拢种你只啊！啊，恁是拢种山啊吗？哈哈哈哈哈哈！真正，迄食山也较好呆啊！怎种你只？老师啊，无恁种你只，种大腿。啊，我嘛无你只嘛无你大腿。啊，无你一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看卖耶，我看你种你只。Oh no！ 可怜。啊！咧住下吼，你注意看哦。安娜，较早迄阵做囡仔住下，阮哩班咧有一个咧做头王的哦，足歹哦。好，歹亲像的。伊平常时拢咧做囡仔头王哦。拢行路拢安尼安尼安尼啊。咧住下头一个哭的，就是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一个查甫囡仔讲住乡，讲你要靠家穿牛咧，好安？是不是男人啊？对咩？啊，你若是个查甫囡仔咧住吼，一定咧查甫能较巴结。查甫囡仔较巴结对嘛？拢唔敢好。唔过查囡仔是唔敢好，啊唔过查囡仔咧爱哦，有几多种爱法啊？住这也爱？你爱未？会啦。对啦。
我讲听咧，迄是做小鸡的爱法，咧做大鸡的不是啊？做大鸡做，哎呀，做你多。做小鸡是做公小鸡的。小鸡迄做咧吼，哎，糟囡仔无啊？啊，拢会安尼。哎，你唔敢看？啊，唔敢，阿哥唔敢爱收大声。阿哥唔敢看咧。喂，来糟囡仔较避暑啊。快出来！啊！有的啦，迄款就较粗线条的，来来来来来，注射来注射安尼无吼。啊！你别个呀！我那班有一个好学生呐，查某啊查某，查某诶，伊咧注射伊安尼呐，用按住咧的时阵诶呀。啊啊啊！好学生诶，安尼。诶，爱咧爱人。啊啊！真正。我那班一个查甫诶，注射伊咧爱的唔是安尼。你无你查甫诶注射安怎？伊诶，我该用哦。好得去用。哎呀，主任。学生，伊咧表现讲伊介勇伊唔惊哟，啊哭笑，什么阿伯啊咧？对啦，真正样。但是阮一个老师吼，伊住车吼，伊住咧是。你是红住啊？是我那咧住？伊嘛是去住啊。哦，恁姐。哎，阮咧查某老师。查某老师啊，徛咧呀。哎呀，哎，头前拢学生啊。啊，行啊，伊袂使哎呀，袂使喏。啊，伊拢有那个。即摆来播来到。啊，转主人，啊，拢无哎呦。一二三。你是爱你表情啊？哎呀，伊拢无哎，伊拢看得面的表情呀，真正。嗯。迄落来，迄落讲归讲啦吼。那是有亲戚朋友去大陆，咱来甲交代，还是咱家己本身有去中国大陆佚佗，爱去办代志，反正就是过要回来，绝对唔通炸肉类的回来，绝对千万袂使，千万唔通。这唔是讲罚款5万块的，你这有当时阵会害人，害人家倾家荡产啊！啊，我那害人无命啦，迄个啥？规全部会迄猪啊，太死了了。对啊，对啊。那个鬼娃娃嘛是爱扑杀呢。对啊，对啊。所以咱那是厝内面有人伫中国大陆咧出入嘛，一定爱甲交代，绝对唔通炸肉类的。对。哦，亲像讲肉酥、肉干、烟肠、腊肠、腊肉，都反正只要是肉的物件啦。就奇怪老师，你看咱台湾的烟肠，啥物有诶无诶，就拢足好食，为虾米还搁爱为外口炸入来吼？供不应求啊！太矮哦，供不应求嘛。咱有当时有诶物件，属实真正无为国外买，咱家己本身有哪无够？哦，是哦。诶，有哪无够？哦，啊，搁有一点就是，为虾米有诶人会为国外买转来？就是。不管任何物件啦，有诶生理人抬高价钱啦，人外伊买较俗啊，哎呀，所以这有那是家己做得来，做得来也有啦。咱介一代志吼，也未使拢怪虾米人，怪虾米人，啊，做好家己啦。对。哦，咱做好家己啦，哈，来啦，啊，即摆咧。即摆哦，即摆看有要关心无？无就跟咱两个超级笑话。无啦，关心咪是一定爱啦，今仔礼拜四啊嘛。好。啊，礼拜四啊，咱可能全家大细，大家拢咧看节目。哦啊，加三代四代拢咧看咱的节目，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哦，对不对？啊，看咱的节目是安尼，我甲恁讲，咱的节目是互咱头前互咱笑笑咧，娱乐咱的心身心，欢喜一下。因为真侪人身体无好吼，你要叫伊笑，伊笑袂出来啦。啊笑袂出来，愈郁卒啦，啊愈郁卒哦，身体愈歹啦。所以你若看我的节目哦，你身体就好差一半呀。作者人拢小报呢，包括咧做刊物个讲，你着爱看张惠佳阿英个节目。对。哦，你个病就较紧好啊。哦，诶，你着看心情好，你着好一半。最近咱有真济，因为我拢咧关心着即个肿瘤、恶性肿瘤即个问题。佮兼发炎个问题。啊，佮兼发炎个问题，所以咱有真济老菩萨，拢大家拢会足注意我个节目。啊，我要甲咱讲吼，身体伫你遐，病伫你遐，
你要怎麼做决定是你，但是我一定要在這裡服用，不可以拖，絕對不能拖。你若是拖，是有失格差，有當時還有更多錢就不好。那有一位媽媽就是這樣，這樣想喔，老師你在說喔，生歹命的進程，若是都一直發炎發炎，身體若是某一部分一直在發炎，他就會癌化。啊，但是伊就是吼，身体拢会发炎，所以伊就是用咱的观念吼来甲伊消炎，结果真正达到这个效果咧。我伊个较放心吗？咱呐，亲像有诶老大人拢会胃会发炎嘛，物件食咧啊，胃都咧疼无吼，啊，定定咧胃发炎诶，伊胃定定咧发炎诶，到落尾胃有奈生歹物。所以伊咧食胃药诶时阵，伊嘛是爱用咱的观念教方法，这一定爱家己要注意者。不是只有那裡而已，只有胃而已，咱身體上會發炎所在很多啦，包括肝指數人也高，是在發炎嘛，發炎，哦，還有腸癌嘛，但是我們東西消化了，那個屎沒有放出來，他現在如同不正常，到後面他也有睡了，他也是會發炎嘛，所以針對我們器官的發炎，咱如果會發炎的，哦，我們這個觀念其實是這樣，咱會生歹命就是對發炎來嘛，對，如果那個發炎，咱不要讓他發炎，就沒有那個歹命的問題嘛，對。啊！就较早唔捌，即马就生歹命啊！咱即马同款，即个方法，即个观念，咱有哪好只细胞慢个起来作怪嘛？哦，啊！你若良性个，伊就达到救伊；哦，啊！若恶性个，一定要配合医生嘛。医生一定是爱甲你做治疗个，即袂使无啊！你若无啥，咱若有生肿瘤，咱茫听人讲要去食避孕食啥就会好，茫听后白讲个啦，哎，害死咱家己啦！唔好听伊，咱一定要遵循着咱个医生正常个即医疗管道，安尼来伫咧做即个工课。啊，回来咱较来自救，张伟就是安尼救起来啊。咱才会健康。哦，对不对？张伟讲的，较十几年前去，医生宣布无效的，敢那叫雷卡掉的。都能卡。说老婆生，有咱张伟在，你免烦恼啦。哦，会记着啦，有我在，你免烦恼啦哈。来，操作。功夫。来，好了，讲鼻孔竖开，竖到丹田进开，吹合合，爱提肛卡正了面啊。好，我来讲伊，伊就是正平一脸，正平一脸，倒平一脸，倒平一脸，头前一脸，后边一脸较好样。我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口气过来，那无要紧啊。好，我来讲伊咪，直接。我的梦姐我的梦姐啊真好哇啊安怎？忝嘞，安尼喘嘞，安尼忝哦。哎呀，啊，好啦，迄个较早吼，你读册时阵哦，咱拢未使讲，伫学校未使讲台语啊。未使讲台语。那讲台语哦，要罚钱。老师拢甲你罚五块。哦吼，罚遐济哦。你若无五块，就要夹一块牌啊。啊，要夹哪？夹一块牌啊。我要讲国语啊！哦，不是，我要回家。你啊，我要讲国语、啊。我要讲国语。哎，挂一工啊！挂一工。啊，你若有五块，就免挂。哦，是哦。啊，大家有一工啊，就伫个学校内面哦，
没不好听的话就对了，骂脏话啦，骂脏话哈，嘿啦，三字经个对啊，对啊，对啊，啊骂脏话的时候，一人去甲老师讲，老师，你要那个挂牌子还是要罚五块？啊啊，大家那个，拿去啦，十块钱啊，这里啦。哎、啊，阿老师爱找五块，对啊，阿、啊、老师你还偏不五块，怎个找呀？五块，哎呀，阿你找找找，你偏不五块，阿大家讲。看免走啦！每一届五块个对啊，对啊，爱去每第二拜去干，免走啦！三块十块，真正叫小贺呢，这么正经的呢，老师。嗯，我讲一个较正经的。有。哎，阿呆阿呆伯啊，是，伊吼足爱开迄个查某囡仔，阿呆伯啊七八十岁啊呢，啊但是吼，伊个安尼看到查某囡仔，人个二十几岁啊，二十岁啊，个一直也开啊，小姐呀，哎呦，你有够水啊，你养开。哎，叫老不休啊。嗨啦，拢开少年的呐，就有两个走去斗阿呆姆妈。哦，去个斗。嗯，我吼呆姆妈，恁个吼，恁个阿呆伯啊。做不守规矩的呀！老不修呢！哎呀，你该较细个，你该注意个，你该高调啊！哦，阿姨安那讲？伊个阿呆唔嘛个讲啊吼！哎呦，好要开回去开啦！你甲看卖啊吼！迄人个骑机车有遐骑过啦，后壁一只狗仔哩啵啵啵啵啵，好啦，打算讲啦吼，伊安尼约机车约会到，伊敢有法度骑呀？你是讲？对。石头背啊，剩一肥的功名啊，对啦，剩一个嘴啊，对不对？真正要正经，较正经的啦。我来讲的阿花。阿花哪？阿花暗时啊，要回去厝的时阵哦，拄啊，互人家掠去甘蔗啊。甘蔗啊？你甲强奸啊？阿花搁强强呀哦。嘿啦，啊，你啊，你甲强奸的时阵哦，阿花花要花。救救！啊，今麦的迄个中间翻工，你要画救命点不着？救命！我讲你听，这个所在吼，拢总无徛起，无人来。你安那画都无好啦。无人要救！救救救！救少爷啦！救少爷！台中一小姐点播歌《依然人》。对面已经会啊老公啊你看哥哥水当当走入一间会啊老板每天饮酒心茫茫啊你看手腕真啊真疼啊我乖家空空空是高官的那道上无只讲伊唔爱人老实当作君仔盼盼予伊用甲心开怨受着袂爽真仔怨叹无只是那小叮当迄款的查某先仔唔叹来放了王公我太想要等阿姨来无意在抢着帮佛对南港过阿家人实在有影气死人茫茫渺渺唔嘛知人怪伊往西也往东阮的家世几啊千万一年开开了开袂空今仔礼拜日啊如果若是无出门离厝内面有咧看咱的节目这是咱大家人的一个缘分、哦、那么，你最近张辉一直
大家拢安极力伫咧关心着咱即卖现代人上界烦恼的即个肿瘤的问题。这是嘛是老师的使命、哦。啊，这未真的未使无要伊。嘛是老师的工课。因为真恐怖啦吼。因为即每五分钟就一个人生歹命，每十一分钟就一个人因为歹命来死亡，每三死亡的人就一个人生歹命。安尼你甲想看卖，看偌恐怖。台湾才2300多万人呢，歹运那个掉啊！对啊，所以有当时阵，咱也想讲一个家庭内面，如果那是有一个人来去生着歹命，这间厝内面都无乱七八糟啊啦。所以个多遐数字，佮无包括着遐良性的哦，良性的无算伫内面哦。哦，所以那一个家庭内面有一个人。啊，来生这个歹命，你甲想看吗？乱年啊！哎、欸，真正乱年啦！哦，不管大小啦，反正一个亲人嘛，都会真正绝对会唔甘嘛。对。所以今日张伟唔单是讲，哎、啊、呦，我是过来人，我是讲，如果我今日来当帮助一个人身体好健康起来，等于是咧帮助一个家庭同款啦。哦，这个工作就是安尼嘛。今日如果这个人呐是讲有恶性肿瘤。但是我嘛会鼓励讲，你一定爱倒来看医生，爱做治疗。啊，我一个观念方法落你，咱相关者遐同齐，甲咱的这健康找回来，这拢无问题啦。因为我都安尼过来的人嘛。如果说呢，这个人啊一旦健康，这个家庭气氛都无同款啦，是不是啊？咱就是等于帮救一个人，刚刚咧帮忙一个家庭。老师，你功德足大。啊，这是咱做会到的啦。所以老菩萨的福气。都尽量做安尼啦，吼。啊，当然，有当时阵，咱的老菩萨有可能，恁的囝儿是谁，恁的亲像五杂，有哪有足侪方法，无一定都爱听我的啦吼。你若有方法，都正确的，莫后白变的，你身体若当健康，啊嘛好啊。这个何乐而不为，是不是安尼？只要恁的健康。这真好，这真好啊吼。所以哦，咱也是讲哦，对这个肿瘤的问题呐，有咧要义，咱都要先知影讲，这问题为对来啦。啊，变啊片啊变。哦，啊，这为对来。咱讲属这工业啦，环境啊，环境啊，环境唔管空气、水啦，空气污染、水的污染啦，化学嘅啦、塑胶嘅啦，伤过侪啦，农药啊，污染拢伤侪嘛。穿嘅、用嘅拢有污染。对啊，这种是啊，腻嘅啦，我啥拢总来嘛。包括洗啦。哦，包括洗碗巾。洗碗巾啦，吼。洗衣粉。啊，洗衫裤粉嘅啦。这种化学。这种化学嘅啦，哦，对不对？啊，食嘅部分就像加工嘅啦、烘嘅啦、煎嘅啦。啊，关键就迄个过期的啦，无心的啦，啊，无工业用的啦，咱嘛拢食落。拢食落。即摆人介可怜的，就是你这个环境啊，无食也袂使，啊，要食也袂使安尼啦。所以咱大家拢是咧慢性自杀。无，就是当然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的乡亲那边，咱一定爱无论如何，爱了解抵抗力哪去有变弱落，会造成咱免疫系统转降落去。迄个时阵哦，歹势咱就较容易来有老化。啊，癌的细胞就起来作怪啊！哦，所以你白白年纪，有人看起来继续老，系啊，就是伊的抵抗力比较较无好。你个想哦，你个看，人啊，身体无好，人就继续操劳啊嘛。人啊，身体像我较早46岁，嘿，讲一较粗嘴的，迄阵敢无长用，啊，结果一个破病尔，比我老爸较老啊。我即卖60几岁，变46岁，佫少年啊。这是人的身体就会当显示伫外表哩，看了知影嘛。所以尤其是呐，真有咧做电疗、化疗的人，你甲想看卖，有诶做甲头毛落去呢，啊有诶人惊敢毋敢做，未使无做，一定爱做。爱面对。好、哦，一定爱做。啊，有诶人讲啊，毋过做电疗、化疗会较艰苦，我着一个观念方法落哩，艰苦一定会啦。哦，啊，咱头毛有诶人会，有诶人未啦。但是咱要安怎样伫迄个。咧治疗咧做化疗的过程，要安怎减轻着咱的迄个痛苦？安尼咱身体较紧健康啊！这拢是咱的方法嘛。该听起来个对啊。哦，对不对？嘿啊！所以咱介是老菩萨，你今都今仔拄啊无出门哦，啊拄啊也咧看咱的节目，拄啊有听我咧讲。咱那是我那赶快你句话啦，恁若有恁的方法，用恁的方法啦。恁若真正拢无方法啦，相信张伟一摆。咱会当健康一世人。其实老师教学介好的方法，就是伊曾经捌经过的方法嘛。啊，曾经经过的方法有效，所以就是好啊。十几年前，我去医生宣布上库存3个月，我哪敢那去雷卡着？
我的心情和即阵咧做治疗、化疗，也是做了后咧静养的乡亲朋友、老菩萨，咱的心情拢同款的，是同款的，咱拢同款的。所以我希望讲今仔日，因为我哦，阿母借我的体，因为我会当帮助你来健康，我嘛希望你会当做这个方法来帮助别人健康。对，这咱大家共同的一个使命啊，啊，那做一个功德也好啦，救一个人，帮助一个家庭啊，好唔好？好。哦，就是爱安尼嘛。啊，所以咱啊，身体啊，对有咧发炎，对咧常常咧胃肝咧发炎，胃咧发炎，肠啊咧发炎，皮肤咧发炎，啊是咱身家全皮肤病，爱赶紧看医生，你茫当作小事啦。迄坑到尾啊，迄会害啦。哦，所以咱爱去一下。袂使，我常常发炎。袂使，常常发炎，伊就会癌化啊，伊就会变变啦。所以有发炎，佮爱用咱的观念嘛，对啊，无唔对，无唔对啦，无唔对啦。所以咱的乡亲那边老菩萨，会去一下，有真济人吼，就是拢唔敢去面对，拢拖着。哦，早发炎，早治疗，咱拢大家拢有机会啦。曾经我着头拄仔讲起啦，有人甲我讲，医生讲我吼胆固醇三位恁呢。往前那讲，伊讲有诶走对肝炎，啊有诶走去腰子去啊，啊连对后有对后有安尼啦。要讲开哦，咱听着心也真酸啦。啊，这若一旦安尼哦，无一个人敢甲你挂保证讲无问题，无啦，绝对无人敢安尼讲啦。医生嘛无法度。是啊，连你诶主治医生都唔敢安尼甲你讲啦。但是我伫遮，我要讲一句话啦吼。过去较早医生嘛是讲我剩三个月啦，三个月尔。啊，我嘛是四面动作，后尾拍试看嘛，用咱的观念教方法配合着医生嘛。医生一定要配合。啊，有可能我较好运呐，因为我阿伯有一个阿母甲我扣掉的，哦，啊，所以今仔日咱张伟杰当哥你才大细声啊。我希望用我这个经验，甲咱的老菩萨讲传达这个消息给恁听。你若会当甲咱这个方法 copy 过你啊，那么安尼你就是张伟一个啊。老菩萨，安尼有啥物唔好？但是咱讲事实啦吼，尽量做尔啦。咱张伟国一旦讲尽量做，你若是讲啊，都一般的良性诶，啊良性诶，你要水流迄啦吼，啊分流啦，哦啊像巧克力囊肿啦，子宫肌瘤啦，子宫腺瘤，啊血管瘤啦，有诶无诶，这嘛较简单。哦，良性诶，诶，这个良性，这个较简单，这有当时到落尾，伊就慢慢会转达步伊。哦，啊，你若是讲啊，都伊有已经有癌化，啊，癌化都医生咧处理，啊，咱对后壁这个方法搁站落，对不对？嗯，安尼来，你唔带健康，哦，安尼咱大家做下来拼，好，把咱的健康找回来。好，若无啥，忙你阿钱，对，袂再多。好，来，咱来啉只茶咧。好好来，搞阮只老婆山哦，帮忙一个一个甲起步掉，一个一个哈，救一个人，等于帮助一个家庭。老婆山，一句话。可能一世人健康啦哈，来，无牛肝保平安。人生更健谈，改变交通方式，多走路，环保又健身。今仔日礼拜日啦，啊，咱拄啊无出去佚佗吼，啊，拄啊张伟咧关心，啊，拄啊你有听到有看到。咱来结一个好因好缘，结缘时间，诶，有可能因为结着这个好因好缘，咱身体从此开始做，要讲啊，开始做改变，咱的健康就来啊，好，一个怎啊，看你哈，所以咱观念要转变。非安东的哈，非安东的九九五褐藻糖胶啊，糖胶哦哈，好来谢谢。小分子哎，这老婆山，咱讲熟悉，这个物件真贵啦。在好人家吃有当时阵，我啊跟你讲，哦，这一罐偌济哦，我较卖你偌济呢，敢那当作我咧讨人情啊。啊，其实也唔是，因为我咧讨人情啊。啊，事实就是咁。因为我爱互你知影，褐藻糖胶这个物件市面上有足济，满满是。什么牌子都有。对。但是我会当讲，你有可能迄间公司甲这间公司买物件客来甲看，我都拢同款的呢。你讲伊有啊？哦，对不对？啊。但是我袂甲你讲。你今天买到我的九九五褐藻糖胶，台湾专线，你去四季买，搁较济啊，起来甲看，哎呦，你拢含人无同款，完全无同。那无算，这就是我长途真久的时间，我才起来甲你关心的一个道理啦。因为这物件无提出来帮助人，袂使一啦。来一罐一千啊，一罐一千，买两罐，两千块，我搁送一罐给你啦。买两罐送一罐。
那个柚子照我啊，我过来讲听啦。哈，咱哦，有需要这罐九九五贺枣糖胶的人哦，对，有的拢无咧谈啊啦。哦啊，要讲开啊钱啊，开介济伊啊。啊，你要安怎？这罐我送给你，赶快。这罐是老师化老菩萨嘞。啊，你哦，你开2000块啊。买两罐送两罐。市面上只四罐，恁那买上介无爱4000块，伊若准则算你上俗的3600。3600，3800，行情价。我较卖你2000尔啦。足俗的呀。啊，今仔日靠起来吼。这罐啊，咱这罐杨子乳，寡人搞啊。寡人，足需要。哎。杨子乳，咱身躯洗洗了吼，身躯洗洗了，咱加抹抹咧，啊对咧无爽快，你就加抹抹咧哈，足舒服诶、欸，啊抹抹就免烧背烧背哈，对，安尼啊啦，安尼好你开2000块啦，2000块，啊柚子照落来啦，哦，啊咱即卖即罐杨子乳送好你哈，老师贵为怎有带？杨子乳这真贵哦，这一条有那要200-300块呢，我讲你听。咱16位啦，哈，16位啦。新16位才有优待哦。今仔礼拜四啊，16位啦吼。赶紧卡电话。16位，我搁加送一罐的啦，哦，一个真啊，安尼，今摆安尼送安尼啦，哦，送安尼哈，哦，安尼，安尼你真卡会通的，卡开2000块呢。足俗的呀。0800-0100-589哈。0800-0100-589。有人问讲这边哪只？我讲听咱基本上早暗两粒。像我拢早暗2粒。啊，你若感觉讲你身体较无好，咱爱早暗3粒。早暗三粒。迄人硬咧病，有诶病甲一。这个早暗八粒的，早下八粒，下阳八粒哦。好，啊，电炮通常十几位，十六位啦吼。0800-0100-589的电话。0800-0100-589。啊，阮身体健康的人会使食未？恭喜你。当然哦。身体健康的人佫更加需要食。像我拢早暗两粒。咱有咧食，咱以后唔得未有迄个无健康。对未？哦，对不对？唔得啊，你。健康嘛是健康来嘅。哎，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即马该保持健康。来，头一位什么人？张老师讲。咱倒位？啊，我鱼城菊花。鱼城菊花。好、哦、来，阿妹就走了吼。嗯。好来，一刷波牛在波里。喂，你好。谢谢。身体让你健康正百年啊。哦。你唔免烦恼啦，阿德新阿德林啊，有咱张辉阿母咧，让你做配角。哦，咱这里995贺枣汤胶哦，你做你家食。对。真正要让咱老婆仔讲，哦，真正不可思议。姜老师赶快健康。会记起来哈。姜老师赶快备用。安尼一位啊啦，我再点个机器，0800-0100-0100-589啊。大桌无老师讲大桌。大桌哟，大桌盖好。因为当需要的时阵，咱做一老婆婿，伊拢开到无钱啊。咱拢爱有抗战的啦。来，你好，来，你好。庄老师家。喂。喂，你好。哎，你好，你好。哎，我就是做的副招。咱住伫倒位？哎，台中。台中哦，来二山堡，你来报备。你好。谢谢啊。来，你好。喂。哎，你好。你看电视的，哎，你刚过来哦。来，三个三来，谢谢。朋友，喂，你好，恭喜你，哎，你好，哎，你好，两位老师呀，有。我们各位喝茶，来四双喝茶，来，谢谢。佩服严明天，哎，你好，喂，你好，嗨，我要跟喝茶。好的，五双喝茶，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今麦有接，我该恭喜啊，来，你好，哎，小姐，嗨，你好，来，一个这边喝茶糖浆啊，来一双来，谢谢，你抽呢？真正你出呢？恭喜你！咱的健康对家开始。吉得好姻缘。老婆婿，相信张辉，相信咱阿婆，咱的健康对家开始。大机会。唔好买贵，你买安尼2000块。健康个爱食。安尼那是讲啊，我都足需要的。对，无健康啊。那安尼多好，三组多一个抗战。三组6000块。啊，6000块算咱5000。有得5000。你拍一种电话，你就赚1000啊。对。哦，啊，咱若唔买贵，你买小组第三啊？你得食登记的，来你好啊，需要一定要食登记的。嗨，你好，我无迄个张伟在讲。好，再来一双好找来，谢谢。小分子，谢谢啊。你好，来你好，我叫满丹。满丹啊，哦，嘿，阿伯啦，买一组哦，来三双宝林来宝贝。你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你好，我买一组小组的。好，再来二双宝林来宝贝。身体有恁健康正百年啊。大组刚三位尔。迄个。我甲你报告，安娜老师，大组的三组6000块，对，算5000，迄个1000块开我的呢。对呀，公司进目前是无甲咱优待，大组的哦。但是开上1000块，1000块是开我的。因为老师知影讲老婆婿当需要的时阵拢无钱啊。但是人工你若健康起来，你有哪爱积极，有哪爱去帮助较济人诶。对，这是咱的工课。咱张辉答应阿母要做工课，贺枣糖浆，来各3分钱啊！最后3分钱，
空一二五八九啊。空一二五八九。哦，这个在这看无啊？哈，我当猜，猜无咯。来，你好。哎，你好。我的台中市。台中市啦，你稍等哦，来一山宝林在宝贝。喂，你好。你好不？这就好饮诶。这种好不的人，这通电话就较会通。尤其现代人绝对需要喝澡糖胶。啊，恁到我甲你保证啊，你食来食去，食到尾啊，你也是爱找我。真正。恁冤枉钱开足济，开到尾啊，你也是爱找我啦。喝澡糖胶。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够两分半钟啊。你市面上找无同款的喝澡糖胶？无啦。恁若市面上买着，有可能遐买遐买啊，甲起来看拢同款。拢同款，但是咱。独独唯一台湾专线，拄啊咱这支含人无同款。咱独家代理。哦，所以我为着这支产品哦，咱你敢知影？我有那。真正聊落呀。我那卧薪尝胆呢，真正呢。来，你好。辛苦老师。来。三线来三线，谢谢，无两个保平啊。来，你好啊。来，你好。张老师讲。喂。嗨。哎，我买一组。好，澡堂胶哦。哎。咱住倒位。我台中来四川说说哈，恭喜你，恭喜啊！这就好饮诶，母牛猪皮昨天给你保庇哦，你回收着阿母就到恁家啊，对，哦，记住啦。而且是咱若是要喝澡汤胶，我老师逐天我拢去母牛遐教穿遐哦，名单伫遐咧备喏。阿母变哪到恁家？好好。你留诶资料，我用暗去就变啦，妈再透早我头路香落来，我就变啦。阿德新阿德仁，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请讲。哎，我要被做说说。好的，来一山无人在保庇。喂，你好。恁无讲哦，我是一定陪你说做的啦。啊，那大做。我的人，我未讲哦，你定定来，我陪你大做陪啦。你无交代，我绝对陪你说做的。你若要大做，老师该加开一千块的呀。唔啦，哎，这唔爱讲加开啦。咱张伟哥加做一个功德啦。哦。啊，你连讲有哪爱像安尼？帮助别人，对，大家做工你做你的健康啦，啊，健康健康，你来去帮助别人啦。所以咱哩愈来愈健康。最后一分钟啊，有机会。空不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来你好。喂，嗨，我同学啊。好对。我要了郭姑娘。来二线郭姑娘啊。喂，你好，东门公哥。来你好，喂你好。喂，嗨你好。喂，张老师，谢谢。三线谢谢啊，谢谢各位。喂你好，谢谢啊，赶紧来，来你好。张老师讲。来，喝澡糖胶哈，来四川来试试。好，这很大人一定爱吃。哎，你好，喂，哎，你好，我要健身好。哦，要健身好，来五山健身好。五山。五线。你好。哎，你好。老师讲。喂。嗨。一个大抓一抓。大抓。来，一刷大抓，恭喜你，恭喜你，谢谢啊。来啦，我达到来收啦，哦，达到来收啦。老师，阿那电话拨无通的，像即摆拢满线，老婆仔，恁电话爱尽量卡，继续卡呢。啊，恁电话继续卡啦。这未使中毒着，未使丢毒落。未使丢毒着啦哈。健康无咧等咱嘞。是啦。尤其是咱现代人。问题啦，我来分吹，阿恁卡电话啦。好。哦，阿拢准送。电流通，身体健康啊哈。那我有带。是，以上。九号，九号，哎，九号，台南市的潘太太点一首闽南语老歌《淡水墨色》。淡水墨色，来，老婆仔到店来欣赏哦。
咱做人绝对唔通爱民主啦，有个人做爱民主的吼，啊，我要跟你讲讲，啊，民主是会当做饭吃呢，一斤值偌济？啊，哦，对不对？啊，有人都拢做爱民主的吼，啊，现本当落地啊都地饭吃啊，哎妈，出门嘛个好，安尼臭屁到要害啊！啊，甚至哦，借着借来咧用，啊，卡咧饲狗，卡咧红八皮啦，红瓜肉。先下过关才讲个对哇。哎，做钱拢安尼啦，做钱安尼。较早一个要接唔妥谈的人啊，哎，因兜吼上竿就没有跪礼呢。啊，个打工拢安尼。哎啦，因兜上竿没有跪礼，啊，伊个唔做啦，啊，规工游手好闲啦，安尼啦。啊，有一天啊，伊食了这食这个米糠了后，较出门啊，啊，伫路边去拄到一个老人啊。哎，老人正多咧食饭啊！啊，来招讲，哎呦，做来吃哦！真卡人拢安尼嘛，介哎，无人啊，做来吃啦！对，安尼，啊，伊就讲，啊，我现在拄好食过九万尔，我食到足饱啦，安尼啦，啊，有烧酒，通去啉一杯啊，无卖使啦，吼吼吼！啊，这老的就请伊啉烧酒，嘛，你就食九万，食到遐饱，对不对？啊，就啉烧酒，帮我啉啊！可是伊啉酒了后，转就吐出来啊！啊！这老看到伊吐出来，都规个，你吐出来规拢米坑，你啊吐出来，不是狗吧？你讲狗，我们食狗吧？啊，吐出来拢米坑，爱着一个都讲一个吐出来都臭屁啦。所以头里只安尼歪里边啊，正过讲，我食的是狗吧啦，啊，想袂到吼，迄狗啊，伊是食米坑的。好安尼哟，真正有影是。阿你嘛，搁要臭肥。好，阿你咪硬拗拗啊！哎，就吐出来都米坑啊，伊嘛还搁要臭肥。你讲个狗还是食米坑的？生活当中吼，这种爱民主的人足济啦。爱民主，唔过有那到落尾家己有那会艰苦啦。系啊。哦，咱讲事实就是安尼。如果来当哦，安尼人卖很笨蛋，较骨力的，然后对不对？啊，有咧赚，有咧做，啊，无赚多无嘛，赚少。哦，对不对，老伯山？啊，那我都克服咱的困难。根本吃米坑啊！啊，免吃米坑啊！哦，那咱都免等我，等嘛安尼啊，有一顿无一顿的啊。人都爱做嘛。爱叮当啊！哎呐，啊，无天会搞到落来呢呐。无啊。所以进入电视机头前，这少年陪朋友哦，不是我咧爱讲的呐。有一挂人呐是安尼要吃唔妥谈呐。当不当的要家是大人撑长手啦，啊，敢去死死好啦，真正诶，有个人真正哦，生你好卡好手，啊唔做唔妥唔谈，啊家是大人讨无钱啊，要吵啊要拍，啊这做人还有价值呢，安唔好做。为个放火家烧咧。诶，安尼敢是人，对不对？人个是大人，有诶家囡仔生落来带一卡一手，人伫咧卖奖券卖什么份？有诶无人在咧过生活，何况生理好卡好手唔做，啊无趁钱无大钱，到外口学白母母诶，较够是大人吹潲，诶，敢毋是安尼含咩人拢做人？恁这样是怎样？我介绍没介绍人啊？真正诶，我个性安尼啊，看袂过啦。诶，新闻看着我，我看着做电视甲喊蛮歹呢。我当初换一台电视听咧，好气死呢，真正气死呢。老师，你唔好，你唔好生气，你安尼生气，怎啊无缘投伊啊咧？我愈生气愈缘投。真诶嘛？好，你来听，你有自信啊？那我那个像那潘世林讲，老师，我若看你咧生气哦，我愈爱你。哎呀，真正。你讲你像那会切啦？对啊，下再搁敲电话讲，哎呦，老师，我看你生气，你生气变了都外口缘投。真诶假诶啊？所以我，咱讲真正，我为着无好引导，所以你我总不爱生气啊。但是伊个讲，你若无生气哦，你拢引导，你比郭富城较引导。我刚才无讲着金城武啊，真正。好啦好啦，安内要点歌无？我刚才我唔是金城武。喂。你金城武是应该男朋友，啊点歌啦点歌啦，点歌时间七八九空八八空，今日点么子安排？今日较早呢吼，哦，老师你今日话较少哦，啊，今日较未遐高话啊。咱讲真正，我平常时就盖木纳，我人本地盖点仔呢，拢无话无句的。今仔
要讲开是拢用啊吼。阿弥陀佛。伊都唔讲话哩，哎唔讲，我两个坐到小上嘛，啊做我哩一直讲一直讲。哦，是哈、哦。这是也唔对，唔是我。所以老师，你咧感觉讲我足教话也无啊吼。啊。你无讲我足教话呀吼。因为你是已经足教话，才会破戒啦。哎，今日你才会话唔敢讲。唔是啊。先挂啦。七八九空八八空啊，我波头前加空八啊。起来三句喂，对三句。我带你对我什么人，我听什么管道啊？简单扼要明了。来，你好。你好。难得喂。我最后改环路哈，我吃那个。你稍等来一串。喂，你好。这不是讲产品的时间啊。老师你好。哎，苏兰。苏兰，点一条烟熏。烟熏哦，改白烟熏啊。好，谢谢，拜拜。谢谢。来，你好。老师阿英你好。哎呦，张大姐。哎。哎。什么歌？我要点苏博的人。苏博人拜二号哈。哎呦，感恩啊！好，落来落来，谢谢谢谢。来，你好。来啦，苏英好。叶叔叶，叶叔叶，我点一首《原谅我吧，心上人》。拜三号的哈。谢谢，感恩。好，谢谢。来，你好。喂。喂。俺不讲喂。啊，来，你好。喂，张辉你好。来，你好。啊，我是玻璃，我姓张，我要给你点一首《今夜酒杯》。今夜酒杯，给你拜四号的哈。谢谢你，拜拜，谢谢，拜拜，拜拜。安尼无啊？四条尔。阿妈仔分去四条就好啊。四条尔咧。哎，那就安，啊，咱多四条多好，阿妈仔多好。好好，阿要闹了个无啊咧？闹了，哎，都唔得无你要。那无啥经典咩？无你要高声，尻川袂放屁呐，真正有影是。啊，唔点就卖点啦，做你遐菜啦，真正有影。十条瓜个点袂入啊？可怜呐，真正有影是怎样？喂。喂。哎，你好。你这是咪电视在讲讲了？来，稍等下，来二刷，二刷。对，电视在讲的，对，妈妈，你真正福气够啊！真拢无咱点过，大家拢来刷，你找健康。系啊，健康较重要喏。哎，迄落十号呢？啊，真正要落呀呢？啊，落都，那阿妈无，阿无咱要点嘛？你这一菜四条呢？你这一菜啊，连讲个菜太贵了。你若唔烤，做好啦。真正无要烤。妈在本子四条就好。好。哎，来什么歌？温酒入人心。温酒入心，喂喂。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歌，点你卡称啊？你那是在，这是什么时阵啊？你明仔咁一定就来，啊生日哪过哩？真正有影，来你好。阿琴。阿琴，要唱什么歌？露珠儿。露珠儿哈，五号啊。来你好。老师阿英你好。哦。哎，我发到半条可爱的马。拜大哥啊。好，谢谢。啊，来哟。喂喂，哎，老师你好，阿姨好，阿美女，哎，我点一条，我叫你叫你上面去接，阿美啊，真正有影是，美女啊去变瘦变三分钟啊，美女，啊好再见，袂分胖，哦袂分胖啊，我好啊，拜谢了啊，拜谢了，阿你好，喂，哥龙先生能不能留住你？好，我拜拜哦，哎，阿你好。喂，嗨，张辉你好，阿英好，什么歌？我点，我传说中我点一条一生只爱一个人。我拜高兴啊，好，好谢谢，来你好，喂，嗨，我刚刚我坐坐，你先等下来三双三双三双，禁止广告时间哈，来你好，我点一条小巴掌。你要卖房呢？嘿，要卖房。你要卖房，该摆十万啊！你什么人？你什么人啊？啊，谢谢。你什么人啊？谢谢。你什么人？哇，你不该摆啊！我摆哦，小马仔，你无讲你什么人哦？哎，你好。喂。你好。哎，你好。我要点一条一粒情。一粒情，对，长啊，就是多笨呢。你换一首。你笨，你卡称。系咩？真正有咩？哎，换歌。换歌个潮，你卡称要潮。我哪里卖？阿公要盘你卡中，你只好笑。哎，猫影啊，无啥物，唔笑影。好，我拍十分啊。你啥物人？伊嘛要讲啥物人啊？啊，有啦。啥物人？卡中影猫影啦，你。啊，啥物歌啦？温酒入人心。温酒入人心。老师，你有看到底啊？美，个人底啊咧笑咧，你笑笑。台北市林金丽小姐，点袂关机啦？无收到你音响。
这个十几年前哈，住伫咱红山的这个柯太太啊，红山的柯太太，迄个时阵我无伫咱的电视台，伫广播电台哈。那么柯太太，伊伫这個电台有听我的节目听一段时间，爱拍电话给我，伊才咧甲我讲哈。讲啊。你讲系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啊有那有嘅苦楚的所在。是安那讲？早当时因那间孤囝呢，啊翁早死啊，啊这个囝嘛介骨力啊，但趁无食，趁无食。啊有一个含一个新妇含伊结婚生一个孙，啊就因为趁无食，啊即马这个新妇就安尼，敢那什么心情拢唔介好安尼。都无都无解无解舒适。到有一天，伊这个后生吼，回来时讲讲奇怪，阿凯也无煮饭啊，安尼啦。结果他知影讲，伊这个新妇吼已经无我款的最酸啊。哈。哎呀。啊，你家庭放的，囡仔放的。囡仔放的哦，囡仔放的啊，最酸啊。这糟人哦。最毒妇人心的想哦，啊，那讲真正。唔管是安怎样啦吼，总是你无唔对，你有你选择要过生活的方式，你有你的权利啦。但是袂使无讲无答。啊，囡仔是无辜的呀、啊。就是安尼啊，安尼阁无要紧。即马问题，柯太太伊家己本身就是有糖尿病，伊目睭吼，我都看出彩色啦。伊都看一部乌看人安尼，一部乌乌，一部乌乌安尼呢，鼻目嘴看无啦。哦，伊个长期拖伤久个呀。嘿，鼻目嘴看无安尼啦。就是影个对啊。那么囡仔未使无趁钱啊，啊共租厝啊，租伫凤山。哦啊共租厝啊，孙仔爱读册啊，孙仔读一个国小二年啦，安尼啦。即摆郭太太伊敲电话给我讲哦，我个目睭吼。实在已经差不多，医生讲讲，我可能免介久，我就会青盲都无看。真还阁有一部乌乌，还阁有看到阮孙女在走啦。但是先说安那我看无啦。啊，毋过连免偌久，连阮孙我都看袂到，你听你袂艰苦因啦。啊，伊想要顾身体嘛无钱啦，啊，毋知要安怎呢？生活阁有困难啦、啊。敲电话互我甲我讲啊，我讲哦，我每一礼拜我拢会走个两逝高雄。哦，啊，我对洪山咧，你地址好啊，因为我嘛爱了解一下啦吼、哦，我就去甲了解，确实厝工租的，确实新妇无伫厝里，确实囝趁无食，伊确实目睭已经无看到。啊嘛，有一个孙啊。啊，佮有阵属，伊讲的拢属实嘛。对。我当天，我十几年前我来甲讲的，你的目睭交代给我，你免开半针钱啦，你目睭交代我。那是有看到，迄算你福报啦。啊，若叫青盲去哦，算我含慢啦。啊，安尼尔嘛。咱讲熟悉啦吼。伊从头到尾啊，教进咱十几年来，为广播电台开始教进，伊同款人啊，佫看袂清楚啦。但是，佮、啊、有恶化去。无恶化伊。无恶化。但是伊甲我讲哦，我爱做感恩你，就是因为今仔我啊，佮有看到阮。阮孙的影里啊，走来走去，啊，佮有看到一部乌乌里啊啦。哦，算个打动啊，无佮继续恶化去啊。对，无唔对。经过十多年，老师你算计较完嘞。问题伊爱去煮饭呢。哇。啊，无孙啊要食啥？啊嘛是个。啊，无边要定食外口，揣较有侪钱，有当厝租拢一个月共啊拖过一个月啊。这个时阵的伊就听啦吼，伊甲我讲讲，连医生嘛甲我讲，无可能啊，你。你的目睭应该早你都爱青盲啊，早个爱无看呀。哎呀，糖尿病。佮要十几年前都乌乌啊，佮即嘛啊佮安那，啊我会当做嘛到这尔。老师足好啊。我会当做嘛安尼尔，但是我要甲电视机头前个老婆仔讲哦，你若无糖尿病，唔过闹白内障哦，你是茫听人讲白内障会好呢哈。啊无白内障要安怎办？要爱手术啦，哎免住院。爱手术完换人工的水晶体，换个好啦。面洗洗，啊，毛胡胡擦擦，洗洗好清气，啊，食饱啊去。啊，个唔免顾啊个掉啊。哎呦，要手术进行，就要甲眼底顾用啊。啊，手术回来就要保养好，安尼你目睭才会恢复啊。迄话个照顾无好，佮去镭射一摆，佮款无。哎，有诶，佮愈食力呢，一直袂晓顾。哦，啊，有诶人手术回来，
哦，规个拢背蚊啊症，个愈严重，规个拢背蚊啊症啦。啊，有的人无手术过背蚊啊症啊。啊，因为咱即摆一光线伤光，啊，手机啊录伤久，电视看伤久，对不对？提早退。哎，啊，咱退五岁，警察就你，你什么三四十岁，才四十岁啦，左右啊，就背蚊啊症改明显啦。那么我嘛39岁迄年，我有背蚊啊症啊，我。老师，你我迄年我都打了广播界的头一年。背蚊啊症。都背蚊啊，哎，阵我唔知叫做背蚊啊症，哎，阵我搁好呆好呆。哎，啊，我去予眼科看，伊讲，迄叫做飞蚊症，安尼。我一个手上的朋友，我讲，迄我家哩，一个月就得了了了，讲真正假，真正一个月就领得挂咧蚊啊了了了啊。你敢知影你要安怎？知影你有背蚊啊症无？予医生检查。免啦，你当初就家己当检查啦。当初免啦检查。我先问看你有咧放屎无啦？有喏。啊，你敢有咧咳卫生纸？有咧。那阮都无。啊，无要安怎用？我用水洗。水洗。洗完以后才改卫生纸七落单，卫生纸七落单会黏脚床。啊，无你要哪去？面巾。七个搓搓。我拢碰一头就袂搓搓啊！来，有咧放屎的人，哪有咧揢卫生纸揢出来？啊，哪无咧放，无咧揢卫生纸。无人敢无咧放的啦，都要害的，无咧放。来，我讲啊，电话电话倒。掉。啊，目睭紧紧望起起哦。好。啊，卫生纸屎啊，拢个扎啊，看电话。啊，你看过来看过去哦。啊，伊个卫生纸遐倒个臭臭的，啊，一点像这后壁这样。啊！伊会走，迄个叫做飞蚊啊症。飞蚊症。你怎样甲看？好，迄安怎吗？迄青霉。真严重哦！我讲你迄就是咱的巩膜呢，透明胶状体已经氧化呀。啊！你即马你看迄光线入来，啊折射吼，你看迄折射炸掉。炸了走去。哎，啊炸掉，啊炸掉就会安，对。目睭会无看？哎，无看呢。咱就妈妈紧张个，所以呢，赶紧用观念。照顾伊个目睭，啊！这一个月了了了，真正，个月了了了，真正老师，你真正讲个真正嘞。来，我来讲啦吼，这简单啦，你着目睭咧酸涩个啦，模糊个啦，流目油个啦，哎，痒个啦，哦，哪热啦，哪痒啦吼，迄啦，哦，过敏啦吼，咱目睭会痒个过敏无吼，哦啊，有诶，佫兼会做疼，做疼，哦，迄目睭佫兼会做疼，胀胀的感觉。啊，是咱有糖尿病来引起目睭，哎，安尼袂舒适个。嗯。掌握一个观念方法咯，你。好。你拢唔免烦恼。啊，囡仔感觉要顾目睭。啊，囡仔一定爱啊，咱袂使让囡仔输伫个起跑点啊。目睭啊。即卖囡仔吼，你无甲顾，你甲看即卖，迄眼镜行愈开愈大圈。因较早眼镜行是搁啊兼修理金表呢，即卖无啊，即卖眼镜就是眼镜。嗯。太好赚了呢。啊，我多啊，咱都撸手机啊啦，啊拍电脑啦，啊看册看电视啦，目睭较袂歹。一定歹。那不是你来咧撸手机，电脑也顶不到呢。嗯。你望当眼镜，望我暗望光，你安较省电呢？啊，那目睭是会歹呢。顶不到嘛是同款来歹呀。啊，你无休困啊。好。所以咱伫这个时阵，不管老人囡仔、查某，咱做伙甲目睭顾好。要哪顾？咁只简单。来，母娘啊，慈悲来甘保庇，大家身体健康，食百里啦哈。来过目睭。人行动减碳，改变交通方式，多走路，环保又健身。古早人伫咧讲啊吼，食老大行输。独到就是一项未使输，倒一项，哎、欸，无唔对，就是咱的一等金的叶黄素未使输啊！看咧啊，会安动的哈、啊，来看咧看咧吼、哦，一等金的叶黄素吼，叶黄素哈，真个抓袂掉诶！啊，谢谢哈、啊。有这款哦，你都袂甲巴拉动作练舞，有这款伊就像个高难度人，金哈，老婆山 ，Hello， 安娜。囡仔一天吃一粒豆啊！什么叫做囡仔？国小甲国中诶啦。好，一天一粒啊。一天吃一粒豆啊。好。食，都在写作文吧，直接去读册安尼啦。对。啊，那高中以上教老大人哦，一天吃两粒。不要那吃。做是不吃啊？好。会再吃，会再未记吃中头吃。中头未记吃。因阿唔敢吃。一天两粒。没有。那么这款咱的一定金的叶黄素，我先去甲咱报告哈。安娜老师。叶黄素市面上有足侪牌子。我满是。啊，无在有足侪牌子啦。啊，做者牌子有真侪人哦，咱讲者较粗俗，厝内面可能有啊。啊，你若拄啊有买着我这罐啊，啊，你甲比拼一下，白白叶黄素是那差遐济。哎呦，老婆山，唔是咱分家几个啦吼，来啦，一罐1000，一罐1000块，买两罐，2000块，佮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好心肠啊，这罐佮加来啦，买两罐送两罐，
杨枝如赶快加一罐。加一罐杨枝如。安尼，安尼。我辛苦，我手。安尼，我你开一个。两千块啊！等你。安娜老师，这上面两罐上两罐，更俗啊嘞。等你，等你。前三十位啦。三十位尔。我搁加个送一罐啊！哟吼！哟吼！吼！赶紧，赶紧，赶紧！买两罐送三罐。空不空空，空一年五百九啊！三十位尔。哟，来你好啊！喂，张老师。哦，小叶，小叶，嘿嘿。啊，我已经有甲你订啦吼。嘿。啊，你紧甲我寄出来嘿。我有寄出去啊，寄出去啊。好好好。有订就好啊哦。安那啦。哎，如果订啊，如果订啊，啊，我给你寄出去啊。有啦，有寄出去啊，赶紧。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空八空空一零五八九。靠，通啊，加送一罐啊。你那个啊，高啊。这罐加送来啊，啊，更加高五块哦。高罐液啊。来，你好啊。专单位上熟的呀。你好。啊，你好。我要叶黄素来，叶酸叶黄素。喂，你好。谢谢啊，来第二位，张老师讲。喂，来，一张好。叶黄素哦，我要叶黄素。来，叶酸，谢谢，恭喜啊。是你。哎，你好。喂，你好。来，叶黄素。张酸来，谢谢。喂，你好。关键关键。来，你好。看我有单。我有板单。板单来，叶酸，不留给宝贝。你好。谢谢啊。叶酸到五酸较紧的啊。赶快。哎，来你好。张老师讲。哎，你好，你好。哎，咱到位。我玻璃，玻璃来高山，玻璃来试试。喂，你好。这个我专台湾上俗的叶黄素啊。老婆婶，咱这罐一点金的叶黄素哦，你来吃吃了无饿了哦。好，你我看你版面免个买啊。哎呀，你安尼。真的啦，我不骗你啦。你无通互你吃啊。这我做你广播电台加进啊哦，这种品无换哦，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真正实在。上届饿了哎。哎啦，那你嘛喂。哎、欸，我手盆那边说，来一双手盆啊。喂，你好。谢谢啊。喂。嗨。磨刀。磨刀的一双磨刀。喂，你好。谢谢啊。哪里有？哎。嗨。咱到位。我要煮瓜嘞。来三双煮瓜来，谢谢。看我有单。谢谢啊，不能来报名啊，哪里有？哎、欸，你好。咱到位。张伟啊。哎，是啦。咱到位啊。来四双啊，这边来。喂，哪位阿伯？哎，你好。喂，张老师讲，嗨，喂，南岛喂，一楼，张辉啦，一楼，高双高双高双，你好，天哪，来一楼直播，你好，嗨，喂，嘿，我是左，南岛岛喂，我系国家，来一双来谢谢，喂，你好，你真有差呢哦，老爸笑脸真有差呢，无脑，你岛喂国家，好好，我讲啊，老爷讲你，我岛，一楼，一楼，一楼，也该想一下。你咯，我是倒下台。厝济啦，人厝济精啊。喂，你好。哎，树拿，树拿，红会啊。你带树拿哦。哎，要往树去做。你敢，你敢捌潘世林？啊，你慢点。老师，恁去那上班。恁去那，恁去那专专单嘛，弄慢恁去那叫做潘世林，好不好？恁树拿还去啦？他正经好不？好啦，真正有影。讲电，恁现在迄个面腔个个出来呀？你敢看麦？喂，他正经呀。喂，你好，喂你好。阿金卡，时间准备搞完，阿金卡。喂，喂，阿南德伟，帮阿金咪。叫我喊先上咯。好嘞，一双来，谢谢。喂，你。无牛该保平啊，来哟。哎，嗨。我新郎客哈。哦，新郎客来上双，新郎客小姐好不？欢迎欢迎，恭喜你。你给小姐给你按来啊！今仔买个加一罐啊！哎呀，买两罐送三罐。连江鲜哦，好啊，连江嘛无俗啊，嘛安尼嘛无贵啊。哎，你真泡开这罐，我教你嘛。这个买两盅，买三盅拢可以喝。当然啦。你个买定啊，规件啊拢爱吃。搁三分钟啊！最后三分钟。空不空空，空一厘五八斤吼，来你好。哎，你好。哎，我叫德成。来四川德成，谢谢。无牛该保庇，来你好。喂，嗨，我在奶奶的。来三双，谢谢。我在家。哎，依然哦，来六。你好，哎，咱到位。咱到位。你别先讲，来高双。来客官，我你好。咱那工地那边叶黄素，按一个二啊。一点。我来问讲，咱到位，你看是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分林，对不对？安尼，你报的一个管区得啦。哦，啊，小姐，卡跟你问详细，安尼啦哈。我主要是要听讲。那你到位阿婆要给你保庇较高哦。那你问啊？啊？嗨。我买叶黄素诶。咱住到位。俺住伊迄落啊，住伊。住伫阮。哦，南马坑。有啊，有想到。哦，来一双一双来。贵哩。你有想到？一个阿婶阿婆讲，啊，你住对。好。
我和阮翁大。啊，你翁大大的。啊，阮翁和阮囝大。啊，你囝大大的。啊，阮囝大和我大。啊，你大大的。啊，我大和我大，大要讲几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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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袂安尼想象呢。做小个店，老师。安尼会走路呢？系呀、啊。啊啊，这款哦。杨子乳。这款杨子乳，你若有接到哦，你若买得，你真正会搞到。啊，咱屋上小姐哦。嗯。咱那迄个洗碗碟洗了，你就手抹一个哈，抹一个哈，一个。手抹一个。哟。喂，你好。哎，你好。我叫大张哈。啊，来，嘿，是来去双小姐哦不？喂，你好。像安尼安尼个店哇。哎，你好。你好。嗨。等我呀，我刚上去做。啊，来一双，谢谢。不留在不平啊，那你好。喂。哎，你好。求一下哈、哦。哎，来三双。杨医生，喂，你好。进门门。广告时间不要问啦。广告时间卖门当门生。哎，进来，哎，无小姐嘛，无时间能够跟你服务。对。咱那红阿婆辛苦些哦。嗯。那有要从什么来接广告好呢？阿伯半袋呀。哦，你好。哎呦。哦。我好嘞。三位大老师，这是什么物件？你客掉安尼吗？杨子乳。啊！哎呀，好，我赞你哦。哪里有？哦，对，啊，这个叶黄素啊。来，谢谢，来，谢谢。新朋友，谢谢啊，谢谢啊。你好。哪里有？喂，哪里有？空白空空空。哎，来高山，来高山。对对对，你好。你别搞怕广告啦。你叫你啊。你看，你惊看唔到。哦，爱问一个人。惊看唔到，更惊找唔到人，啊，找无。找唔到人的诶，效果阁无同款啦咧。好安尼哦。好，所以要找有到人诶。一个人要报案嘛，靠一下来呢。哦，真诶哦。嘿啊，阿要报案，我讲阿伯你看唔到，阿你卖阁甲我讲笑啦。讲我咧甲讲笑咧，真正我也是真哦。喂。喂，我是周航。咱住倒位？我住台南。那一双台南嘛。喂，你好。哎，你好。周老师。喂。哎，哎，王师傅。好的，来三双帽，你来报名。喂，你好。Hello， 五罐才两千块，一分钱最好一分钱啦、啊。较紧把握机会，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嘛。空八空八空一二五，最好一分钱啊！把握机会，我再等个几十年哦。关键的哦，没有了，没有了，来给我啊！好，最多就是安尼哈。哪里嘛介绍噶？哎呀，阿金杯泡汤的安尼哈。五罐老师，哎，你五罐真正得靠啦。我买来收单了。一罐喝到到才四百块，要对纯叶黄素这样少，连广告费都无够。好。啊，个运费都三，就三百几块，一罐才三百几块，不干两百块。靠，这卖那贵钱。啊，你纯粹卖你，你叫我念。我很贵的呢。你很贵。贵妇啊。喂。张老师讲。喂。嗨。嗨。王叔啊。拿到了一双。喂。哎，你好。老师讲。嗨。哎，我被 A 王叔。来一双。喂，你好。哎，你好。来三双，喂你好，哎你好，来四双，来一双，喂，大波山拢无要卡张卡。头拄啊，人个十五双贵，拢甜甜是免那卡卡卡的起来。你看恁物件收起来，敢接袂哩？啊，接袂去满山。好多。太硬嘞，太硬嘞，我多。太硬嘞，我多啊。老三，愈侪人靠我，了愈侪。我这爱民主的。唔过老师，你是安尼功德足大呀、啊。民主呢？民主嘞。你省钱诶，你一人新北市的阿伟阿姐，阿个拄则咱有一位陈小姐。唔是啊，你省钱诶，你一人毋是像哪？新北。不是潘氏的。潘氏牛店吗？无啦。
爱你一人啊。好听。我伫遮要甲咱报告一件代志，吼，咱大家注意哈。什么代志？咱下载张辉有甲咱阿母吼，来甲老乡甲求，阿明仔载要聘请咱的客家皇帝来咱的现场来甲咱讲好话，咱老婆山也是迄落身体较无好的吼，也是讲哦，咱迄个头路做袂顺时的吼，也是哦，啊钱财拢袂尽的迄啦吼，啊是讲哦，啊拢婚姻拢创袂顺时的无，趁明仔载顺，你若想啊囡仔无伫的，无去捏起来，你报囡仔的名。哦，你嘛是会使。哦，啊你若是讲啊，阮少年的要搞要。甲阮是大人哦，请迄落去叫皇帝讲个，你报恁老爸老母个名，明仔载就安尼。去叫皇帝讲好话。哦，迄讲着真正对。对，啊，到暗时啊嘛加足好困。哎呀，啊无敢讲啥。真正卡袂起来尔啦，老婆生就是安尼啦。嗯，足歹卡。系啦，真正卡袂起来尔。迄画一个师傅，迄电个规个拢无停个呢。哎对。啊，咱真来讲良心话。哦，即摆零卡。啊！你明仔载卡输人咧，你今日卡会卡，明仔载就好卡。啊！今日卡未卡哦，你明仔干脆卖卡好啊。哦。哈哈哈！良心话时间啊，有良心的卡电话。啊！若无良心的，做你要猜啊！我跟你讲，安那，人工会猜介久的啦。真的哦。猜到卡低都死都有啦。都无人甲咱请哦。猜到生来低都有啦。猜你遐生来低？该不生来低？真正有影，我那才搞哦，迄囡仔起来讲，啊，这是啥物人？蛋雕。哇！咱诶，等我那个，迄落差不多第三代都。哇！都袂记了呀。哇！都偏偏掉啊。无使讲底下猜。迄个少年囡仔都无咧插你啊啦，遐孙仔都袂记你啥物人啊？啊，你话。喂。快呀快。喂。快呀快啦。喂。喂。安怎？我没了，我想请了三刷了。三刷，三刷。你是跟我想请刷啦？好，还真正是这样哦。安那啦，我们转来刷呢。我呢好加外好呢。我咧讲，我真正好加来刷，好加外好。天哪，我想讲你咧跟美男菩萨啦。没啦，好加内面咱一刷接袂。真正是这样。真正。到即卖。哦。啊，但是拢无人要找上咱山顶的。啊，说白哦，恁的东西拢叫我搞包去。无错，我逐工伫遮拢安尼，干咧含咱做功课，苦口婆婆，做功德回向，连一句话都当生。连一句讲啥老师个无？你一句话都当生，安尼来当做神书，你话歹神，真正有影是真。看到呢？喂，你好。喂，公良心话，你。哎，应该该搞话啦。哈。应该该搞话啦，恁电话你还扬一波啊？我来转等你。我你家己挂掉话呢？你是搞命啊？真正有影。来，你好。哎，张老师你好，啊、你嘛好。哎，感谢你，先知爱你一个，我收到啊。收到啊，吼。嘿，谢谢。听了安尼有个 spring yang 无？有啊，有啦，欢喜，嘿，感谢你。好好好，谢谢哈。好，谢谢。慢走。那你有？喂。喂。哎，张老师。小叶啊。小叶。哦。张老师。啊。你吼，像咧活菩萨呢。啊，嘿，阮遮大家拢讲你像个活菩萨，是哦，安尼帮助很济人，安尼救很济人吼。无啦，啊，都做到尽量。真正你的功德无量啦。哎，做到尽量了。嘿，大家嘛讲好，真正做人真好，你的寿司你一定足长红的。真着盖红啊！真着请甲下啊！哎呦，真正。我嘛拨足济人，甲你拢有甲你客，阮高雄遐嘛拢有甲你讲。开很清哦。嘿，哎，真大家拢迄落癌症遐拢嘛有叫你个啊。未使咧讲哈，哎，咱未使咧讲。喂，你好，张伟，你好，阿英，你好，你好，你这话佛山咧？啊，那有。你人有到迄落嘿，安尼。哎，都感激咩咧？啊，都。阿咧，我等去甲伊看哦，看伊安尼哦，有到迄落诶，对人安尼啊，哥啊，无怪阿母啊，找伊啊。我多啊，伊都找我这配相机。没啊，啊你就是有配合伊啊。哦，安尼吼。配相机你会当配合伊，伊又怎会拢了解你？阿母啊，就是。他来找你，无冤来找你。对啊。嗯。无，因为较唔凊彩去找一个，你看，迄就爱见甲伊有下，伊有甲伊有下，唔带我都来配合伊，唔带我都来救。叔姐啊，你真正对阿母解了解你哦。哈哈哈！谢谢啊。哈哈哈！哪里有？喂。可以啊，乖。
小妹啊。哦，你啊，你袂歹哦，拢知影我。有啦，你听你的声都敢那叫红喊，当场喊了呢。啊、我拄好转来啊，有良心无？我拄好转来来，甲你电视拍开，来甲你看。哦，安尼啊。嗯。你安尼和我讲，啊，恁翁袂食醋呢？我啷伫楼卡咧？伊、啊、唔知影啦，伊翁唔知啦。因为我比恁翁较缘投。系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啊，恁翁伫楼卡，恁坐起楼顶偷卡电话，爱楼卡咧看电视，爱恁会害恁。你人怎样？你看那电视哩啦？有啊，我能回来看你，我咧看啦，我咧看伊，偷看的，偷看的啦，就是安尼哦。好啦好啦，再见啦。查某人就是安尼，俺无咧看，较敢看啦，真正。哈哈哈！喂，你好。喂。嘿。张老师家。咦，张辉老师吗？哎，你好。阿英啊，有，真久无见面啦呢。哦，什么啦？张梦丽啊，张梦丽啊，张梦丽大姐，张梦丽啊，你真好呢。哦，谢谢啊。有，哦，你主持真好呢。哦，安尼哦。你来这主持哦，我是这在干么笑呢？我做人好无啦，做人好无较要紧啦。啊？我做人好无啦？好啦，未歹啦。未歹啦吼。啊，未歹，我就是这在在看。哦，安尼啦。有啦，有啦。后面豆粉啊。我后面该豆粉啊。好，你。行李行翁啊！哦，行李行翁啦，好好好。喂，你好。喂，你好，两位主持人。哎，好。哎，我南投许小姐。许小姐，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哦，我要来讲良心话。好好。哦，我前几天提笔去给一个中风人士哈。中风啊。啊，伊用张老师你的方法跟你的观念哈。嗯。哦，因太太甲我讲进步足多。安尼哈。讲话嘛，讲到足明啊，啊，脚嘛会压悬起来呀。安尼，伊算有迄个中风的对啦。对对对，哦啊、所以张老师，你真的是菩萨在世呢，你来说话，你来救这老婆山呢，这咱的强项呢，嗯，真的，真正呢，嘿，真的功德无量哎。较早，阮老爸有那中风哦，啊，举四脚好啊吼，嗯，都无两个月时间就翘倒摆啊呢，看未出中风。对啊，啊，伊只讲，我只讲说，因先生买翘倒摆哦，安尼吼，嘿，对啊，真的，哎，无问题，张老师，哎，功德无量哎，谢谢你了，谢谢哈。哎、欸，好，徐小姐，谢谢、哦，谢谢，好，不客气，好，拜拜，啊，你好，张老师，大家哦，你哪个痛听痛听，你确实有厉害，安那讲，你头壳有珠，哎，真正呢，嘿，这惊那生只生会着安尼，哦，这该功夫生的啦，还要生下看鬼的，看一寡老婆说拢用你的方法，啊，互你骂个痛听痛，啊，看你咧骂。唔是迄个咧受气的吗？笑，马家会笑安尼啦，后面佫在遐笑安尼啦，系啊，马家笑出来哩。啊，国母啊，真正看到公仔哦，实在。好啦，好啦，高明，再见。好，高明，唔见啦，你好。哎，张威老师你好。啊，你好。哎，小姐嘛好。你好。大家好啦。大家好。我拄仔去迄个看花博，拄仔转来。哦，去看花博。我今仔日尔嘿。哦，今仔买干啦。今仔买银。我见讲咧，大陆讲咧做阿戏啊，我拄好叫做入门了，我光阳站咧转咧做。阿帅啦，对啊，阿帅啦。哎，你，阮导播哦，嗯，我有甲讲，讲要找阮阿帅啦，你中间咧盖迄个画面呐，哎，阿伊讲阿未找到的啦，我安尼哦，阿找到伊讲未盖东西，阿那找无到，就爱明年啦。明年就来。阿那无事啦，我是阮惊讲，嘿，阿拢无看到你安尼啦吼，阿我头先在咧看咧，我看到阿妈咧，我讲啊，我来甲张伟老师讲看咩啊咧安尼啦。好啦，那不要紧啦，嘿啦。好，谢谢啊。哎，好好，谢谢哦，嘿。好好好，那你好。喂，张老师家。喂。你信号不好啊。来，信号歹哈，那你好。啊，来，咱做广告。就是张伟，你再来恭请，替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咱保庇哈。在咱这个台北市中山区民生西路45巷九弄16号3楼五国康，以及在咱屏东基督教病院2楼2803病房，咱林桂花，搁有在咱台南基美，咱的第一大楼吼9005A， 咱的杨秀娥，
以及咱台南市柳营区北红村北八老爷咱的七十三号区蔡玉哥阿哥哈，而且请了阿母甲保平啊，欢迎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事啦哈。那么而且今日要咱做功德回向，有咱这个陈月美、林彦山、王叶芬、张文良、吴明条、李元梅、刘玉基、黄秋梅、黄素珠、邱家辉、吴素清、林秋霞、李美淑、咱的黄定淼啊、吴先生、李张秀霞、李洪南、江秋林、李可、李香、罗生泰、张水成哈。啊，还有咱家有真侪位，甲咱保留当天照明哈。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台北市中正区陈清水12个月，中立张秋燕10个月，西湖邱世贤那个江桂兰各10个月，方圆郭金雄12个月，陆国詹秋满12个月，台南新华苏国良吴月吴各10个月，高雄坚定咱的陈志清12个月，屏东李美惠10个月，功德无量哈。张伟杰来恭请咱保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恁保庇哈，我恁当接我小个小在恩修真道光明照亮通地位开通，弘扬化解改心上在万公顷万寿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即摆来进入对咱的地位容易。手把青芋插满田，枝条遍见水中天。绿根青茎风味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如果来到一咱智慧良语啊，这单元的时间，大家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咱作为神仙大德，作为菩萨，作为孙亚书记，时间一到，阿得喊咱做伫咧做这个功课。稍等，请各位接下今仔日的功德，咱来回向好天顶伫咧飞，土卡伫咧数，最灵伫咧受的一切众生。也请把今仔日的功德回向好灾苦的灾民，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把今仔日的功德回向我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向咱伫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互因大家平平安安过。那么七年来求念珠，咱请个念珠请起来，无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心宽的别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的啊，昨昏的这个话题了哈。咱讲到着这个金河相公啊，金河相公。有真济人去见到这佛的这佛光是金色的，这就是叫做金来啦，善金福德因缘成熟啦，啊，这代表咱恶鬼啦，虽然久埋恶处，你佛性不实啦，所以佛师上帝咧讲，一切众生是无论是地界恶鬼畜生，拢总是佛性啊。拢总有福性，皆有福性的。所以一切众生无量劫以来，拢曾经学佛闻法，拢曾经亲近诸佛如来，只是无听这个教诲，随顺伊家己的这个习气啦，依照同款的底下咧，咧六道轮回啦，不行啦吼，你来堕落这三道。所以无量劫以来，分析的经济有真济啊，善根也相当的深厚。虽然对了去三道，去拄到咱这个佛缘，善根有奈现前啊。尤其是念佛法门啊，归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去见到咱这个阿弥陀佛啊，来伫咧个接引啊，也见到这个金色光明啊。就是咱这个欠魂和尚公，欠魂和尚公有五色啊，五种色魂啊，对啦，而且彩魂啊五色，而且代表着离五诸烦恼，
很五分发生的一个象征了的。通常今天咱把这个烦恼分作为三类啦，有咱的见思烦恼、定所烦恼、无明烦恼。啊，五祖就是对这三类扩展出来嘛。所以三界建立为一祖嘛，三界殊业为三祖，根本无明的为一祖啊。那么建立建一处住的，伊唔是古生来，伊是对分别出来。伊唔是原地的位呢，是对咱的分别分出来。殊业殊业就是咱贪嗔痴慢疑恶见，欲爱妄地，就是咱的欲界殊业。那么色爱诸地，就是咱色界殊业；有爱诸地，就是咱这个无色界殊业。这就是咱古生的一个烦，本来的一个烦恼，无数劫以来的习气啦。那么见思该合起来为四诸，就是咱的烦恼障，也称为叫做见思烦恼。无明诸地，定所加的无明合为一诸。无明诸地就是根本啊，是属于所地障啊。那么这个五诸烦恼破尽的话，就是咱如来果地啊。过来，咱讲到千轮何功啊，而且出下轮功比较咱这个善功优胜，代表咱这个缘法哦，啊，这个缘根入缘门，血缘益就对了。说缘法利益缘顿，这个精神的一个众生啊，所以一切众生合佛的精神，上界难能可贵的，就是咱的缘顿精神。所以一门千五啊，真容易来刻入到这佛的境界。所以缘顿精神，就是咱大经典观所讲叫做上上根的人啊。啊，有方法来甲培养无？不用咱家己成为圆顿精神无？有无？有。分析所谓一切众生的这精神，拢从分析而来啦。所以佛法也无例外，佛法因缘生嘛。啊，要安那来分析？思想来读诵大乘圆顿圆这个圆顿的一个经典。哦，啊，好好啊，咱做功课，听咱的读诵，咱爱理解。啊，理解了后来依教修行。把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所讲的方法、所讲的境界，完全落实在咱家己的生活当中啊！咱真大家都是安尼咧做啊，你甲我咱都是安尼做啊！哦，你着你不知不觉变成着圆顿精神。所以呢，佛家思想伫咧讲啊，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啊，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啊。关键是对你咱的善学。你也要学才会使钱，啊！若未晓学，放在你面头前，你嘛学袂到啦。啊！你若无爱学，搁放在你面头前无路用。什么叫做圆法？圆满的法啊！哦，叫圆法啊！就是讲，何咱注意讲啊？讲法法皆是圆法，不但是佛所讲的哦，而且一切法是圆满的法哦。世间所有的一切法，也拢总是圆满的法哦。一元一切元嘛，离开掉一切分别执着，就圆啊嘛，就圆满啊嘛。所以法就是平等，法无有变的，无什么诶偏变偏移，无轻无轻的，无高无低啦，无啦是平等的啦。所以华严经顶讲讲，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啦。初出菩萨所证得的是一浅，顶个菩萨所证得的轻嘛，所以轻浅不二啊。初出菩萨所证得的。有这个有顶觉法嘛？哦啊，顶觉菩萨所修的，就是咱的初住法嘛。迄只是叫做圆嘛、圆嘛，啊、哦，圆满的对。千六之轮代表六道一念千如，至处显着，完全无碍啊。这个无碍就是《华严经》所讲的这个境界啦。那么波轮何功，你则代表着五道古圆金者，可见得到这个圆顿精神。是咱这个报，是一个报，因为伊所接受的佛法，你这一生当中决定的当成就，你教我，咱大家拢有机会啦。所以一般大众接受的佛法，你必然得有成就啦。原因在你咱的精神，缘分无同款，咱家己具足的圆顿精神，
如果去拄到好运好运，决定就会当成就。咱就是接到这個，我逐工讲的，咱就接到这個好运好运。所以这个所在，这个缘，就是咱地藏菩萨啊，地藏经这个缘无比的殊胜。依照着咱这部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咱就会当来成佛做主。超越着十法界，这就是咱的大精神哦。精，这个内精神内人的。那么接触了后，个灵性、灵界、灵行，不是这种的精神。接触了后就无爱个信安尼，或者是讲信了就无要个了解安尼，不是了解。有的人了解了就无要个做安尼。哦，接触做，有的人个你啊，安尼疑虑一大堆呢，安做了未爽快呢。哦，安尼唔对，同款对你去梦想执着内面的。你看人个南投的徐小姐哈，她多少可以睇，因安尼一个听。按一个团体的这样人，因大家呢依教奉行，安尼无怨无悔，安尼按伫咧付出伫咧做，这样值得咱学习啊。所以所得到的果报当然都无同款啊。圆顿精神的人，伊看代志看得介清楚明白，做代志也做甲足干干净净，做甲足伶俐的就对啦。利益众生，家己嘛清净无为，吃喝不厌嘛，有啥物唔好？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讲个做到这，咱就要做回应。总个人就请对我人就讲哈，愿意出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我们讲哈，咱做了同样一心，长久天开，那边的五九天地将成顺利。完了，不转。第二遍，那边的五九天地将成顺利。完了，不转。第三遍，那边的五九天地将成顺利。完了，不转。吐在这里吼，把咱体内里面的废气啦，什么全部吐掉，心肝的万能部分吐掉，身躯顶所有病痛拢总给吐掉。尤其是咱心肝那里，万能什么人，你不管什么代志发出来算了。当做无这件代志啊，你叫我多过一天少一天的。啊，无咱的因果平衡，准备快升级，又备好，大家莫忏悔，大家个做功德得了回向。真是需要用咱观想观的平衡，所以你几个异地，一天几遍拢无要紧，只要你有时间，什么做事拢在这里看都可以吼。张文杰的供养得能做菩萨，那么我们都那么在做，特别关心我们在地藏菩萨跟做主，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第四件阿公阿妈，第四件从今许多好朋友注意信心大德，注意菩萨，注意善书记，回向了万千界主的金克的圣顶恶业，回向了万千界主的金克的圣果顶边天，而且供养的主菩萨用的力，不可数的无形的量来加持的面前七倍地，可能第四套前有真济，咱奉请的朋友真济的菩萨，临了的你所加持的身体。这个健康出来面多多谢谢平安大叹气。那有第一向前那边那嘴巴是请拍开，头一嘴先讲呢，小等下这两嘴、三嘴、五嘴个吞，未十条完就爱记着咯，吞一嘴，别那么高，我们都来请你。这边那看在哪里？就不看刷电影嘛，还没得。种种灾厄如电话，斑斑祸患似水消。福愿宝娘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第四愿，四季无灾，八节有庆。高雄市前金区的妈妈点播的歌《醉心恋》。